但我們想不到你甚至都是什麼歌，咦，這個不是我們今年歌唱比賽的主題李兆基傳奇，誰有今年人強馬壯，很多人捧了名，看來很多人都想做李兆基傳奇，是啊，真的很多叔叔參加的今年，不如我們首先介紹一下三位評判先啦，分別是康志維先生 Edward， 李彥先生 Matthew， 小姐維維，真係好多謝佢哋天氣咁凍都過嚟做評判啊！等我介紹一下賽制先，一陣獨唱組會有三名參賽者進入復活賽，然後會有六名參賽者進入復活賽，喺二元九號當日用清唱決一個。換言之，即係最後會有六個參加者喺舞台上面比較啊！ 至於喺組合方面，就有五隊會晉身決賽。哇，真係諗嘢都緊張。喂，不如咁事不宜遲啦，我哋快啲邀請我哋第一個參加者上台啦。佢就係 LI， 參賽歌曲係 不為誰而作的歌，請大家俾啲掌聲。<音樂><音樂> 不为谁而作的歌。
仲未諗到，唔知道大家又諗唔諗到咧？唉，算啦，不如我哋唔好俾佢停啦，快啲又食下一個啦！好，佢就係渣渣，佢哋會為緊我哋獻唱嘅係《Someone Like You》，俾掌聲佢。